我们是来伺候您的，您说啥是啥，我们照做就是。这话说得好，话虽说得好，心里不知道怎么犯嘀咕呢。像我们这种粗人啊，心里装不下嘀咕，嗯，有啥话就说，憋不住。那最好了，我就喜欢心直口快的人。哎呀，这儿烟熏火燎的，您看还是回屋吧。这才是人间烟火味儿啊！ 我喜欢这个味儿。对了，你们老酒馆每天几点开张，几点关门啊？上午11点开门，晚上11点关门。客好吗？坐不满，可也空不下。太满了，招人嫉妒；太稀了，又入不敷出。不多不少，才是正正好啊。您说的是。 你们这些生意人啊，满眼都是钱，恨不得钻到钱眼里去了。可人这一辈子，又能吃多少花多少？花不完的钱，到头来不知道被谁花了。花你钱的人啊，不但不感激你，甚至可能连你是谁都不知道。所以啊，钱挣的差不多，够用就行。能挣多少，算够用。 山野村夫不会说话，您就前当没听见。我听见了，奴才罪该万死。我听见车声了，挣的差不多够花就行了。肯定他不缺吃不缺穿的，一身毛病，还嫌我这刀不，有本事让他剁两刀试试。 哎，你现在怎么成英雄好汉了？那在的时候你怎么跟闷葫芦似的？我才不跟女人计较呢！哦，用手说两句吧。老爷子，你这刀工啊，是还得练。掌柜的，我啥也甭说了，咱们干的呢，就是伺候人的买卖。人家挑出毛病来了，啊，说的有道理，咱就得改。我商量。行，那我就练。 他不能来了。对不起，来就不来呗，我还懒得伺候。你不用担心，他很好。我问他的事。您虽然不问，但心里一定记挂着他。我什么时候能见到他？我想。 这一点不会太远。如果我再见不到他，我要回天津。大人多好啊，冬暖夏凉，风景好，海鲜也好。对了，听说你去山东老酒馆把厨子请来了，那让我们一起品尝吧。真是劳你们费心了，这样监视我的饮食起居。 你想错了，我们是在全方位的保证你的安全，最起码在见到他之前。这就是你喜欢的中国菜。 有问题吗？这些菜呀，看起来太油腻了。可是我喜欢。里边再不好吗？讲究山西，凉拌、烤、煮，抽的就是原汁原味，少油少盐。可是我不喜欢。 大蒜烧肚条。
师傅，再拿一副筷子来。明白。您吉祥。 起来吧，您受累了。奴才不累。本来是吃一顿饭的小事，折腾来折腾去，弄得像过年点了炮仗一样，噼里啪啦的，热闹开了。 都怨奴才无能，没照看好您。你要是没吃好，奴才让他们再给您做。心意到了就行。只是，我以后再也吃不到你们做的菜了。能知道？奴才让他们做好了，给您送过来。这屋里到处都是日本人。 我出不去，你们也进不来。那正好，奴才在。婉容，就此便过了，不必行老礼了，适当便。 欺人太甚！早是年间，这都是灭九族的罪。陈长官，知道你今儿伺候那人是谁吗？不知道，想知道吗？不想知道。为什么呀？我呀，就是个开馆子的，甭管是皇帝老子，还是街头乞丐，你只要进了我这门呢。 都是我的客，我都得敬着伺候着，伺候舒坦了，人家临走啊，撂句好就行了。至于说客人干啥的，是吧？啥来头，人家愿意说我就听着，也是这耳朵进去那耳朵就冒了。不愿意说呀，从来不想打听，因为到头来都一样，记不住。你也可以记不住。 可我不能记不住，陈长官。
我这心里边难受。我说，那也容我多说一句行吗？对这混沌世道需要一声响雷，而不是抱着老棺材板子不放。您惦记的那个世道已经过去了，回不来了。谁说回不来了？谁说的回不来了？好好好，算我啥都没说。哇，我说了，我回去了。陈长官，谢谢您了。大爷，您这些日子可是花了不少的钱，哪来的这么多钱？我把房子给卖了，全卖了，我卖的心甘情愿，我卖的值得。这一转眼又过年了，这一年一年的过得真够快。瞧我这嘴，不说了。年是喜事，有啥不能说呢？我知道，您惦记那俩孩子呢。不敢求别的，但求老天爷啊，能给他俩留条命，要是那样，我死了也放心了。不说丧气话，说不定哪天那俩孩子跟活猴子似的，连蹦带跳的窜您后背上。笑了好，笑了好，过年。张站长，站长，料子说外边放了一堆东西。到了，哟，打开吧。云儿，猴头，站长，蘑菇，野鸡、野兔，又是不留名的人送的。陈长官，您吉祥。大爷来了，给您拜年来了。大爷讲究，来来来，里边请。什么人给您送的这么多好东西啊？一留名，大概都是老客人吧。陈长官，您这人算是做明白。大爷，您里边请。您今天想喝点什么？陈掌柜的，你瞧我这棉袍怎么样？一打眼就是好东西，朋友送的，死乞白赖的非给不可，不收不他跟我急眼，实在抹不开面子了，就是。你摸，看这料怎么样，压不压手？我这手老茧啊，都快能磨刀了，别再给您磨坏了。让你摸你就摸嘛，坏了算我的。来来，你来摸。料子确实少，做工也精细，喜欢呢，给你了。别，这是说的什么呀？
好意心领喽。哎，不就是一件袍子吗？我不在乎。阿爷，嗯，您今天想喝什么酒？我给你烫去。是。那咱就来。那也，我太监就在这儿，怎么样？一抓一个准儿吧。哎呦，来的正好。喝两口，来，我请客。大爷，咱可是说好了的，你少我把大罐还我，这怎么说话不算数啊？请坐，请坐。还喝什么酒？我这年还没拜完呢。你赶紧的，把大罐还我，我得给我老舅拜年去。好借好还，再借不难。哎，你倒是拖呀。得嘞，您慢慢喝，不打扰。打进宫开始到今儿，我一身短打扮，短打扮好，平头百姓的，利索了，轻快喽。那呀，咱都是平头百姓，没有下不来的面。行行行行，哪儿凉快哪儿待着。你等等，不谢。前又白又胖了，嗨，少吃少喝呗。您怎么样？挺好的。哎，挺好，挺好。您这挺好的。啥叫好？啥叫不好啊？反正想吃什么吃什么，想喝什么喝什么，隔三差五的再来顿年菜呗。您这是太好了。贺掌柜，走，张掌柜。不是你，这是从哪来啊？啊，我是做点生意，正好路过咱们好汉街。您这做什么生意？贱取如珠玉，贵出如粪土，就是一买一卖吧。只要能赚钱啊，它就是好生意。哎，何掌柜，嗯，来进屋里坐一会儿。啊，不了，我还有点事儿，改天，改天一定捧场。啊，好，行，告辞了。这小子比以前还洋气了，毕竟人家是留过洋的人，见多识广，脑瓜灵活，饿不着。嗯，记住了，这是你的口粮，是你过日子的靠山，看好了全家有饭吃，看不好全家有。里边请。哎，喝，喝什么喝？嘿，说稳点，别洒了啊！哎，哎呦，哎呦呦，贺掌柜，您怎么来了？那你这话说的，我还不能来了是吧？不不不，
我看您来了，我高兴，我这嘴就瓢了。我是说您，您这到哪儿来呀、啊？你甭管我打哪儿来，总之我是来了。啊，我那清酒呢？那儿给您存着呢。行，烫二两，还有那个方肉塌白菜片，包腰花。妥了，里边请。哦，对了，陈掌柜在吗？哟，他出去了，什么时候回来？这说不好，您找他有事儿？哎，我突然想起一事儿来，这我先去办事儿啊，那个回头再说。嗯，掌柜啊，不是，你看着点儿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行，够够够够。贺掌柜，哟，陈掌柜，你这在屋里戴个大黑墨镜，看得清啊？啊，小心脚底下。这是。哎，三爷，哎，把酒烫上，俩菜。啊啊！哎，您不是说您去办点什么事儿的吗？其实这不一撞，你把我的心事都给撞没了吗？全怪我，三爷。哎，何掌柜今天的酒菜，请我账上。得嘞，就俩钱的事儿啊！我请你，我请你行不行？在我的馆子里请我啊！头一回听说，真的，我请你，你吃什么我全包圆，好吧？有钱。行了，有这句话就行了。你真不吃啊？我请客。行行行，看你这吃相啊啊，真是给老酒馆面子呀！我说贺掌柜，嗯，你这个来办事啊？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随便逛逛。我看到有好的铺子呢，就先盘下来。还是想开店？那不兜里有俩闲钱吗？先忙着呗。哦。你这生意还行啊？还行，过得去吧？光过得去哪行啊？你得往大了干，然后你的酒馆变酒楼。你还别说，我正有这想法呢。你要是真想干酒楼的话，你抓点紧啊！这万一哪天我也动了这心，你这人呐，不敢拉倒啊！一干就干大，那是，这戴大帽子登大鞋，敞亮。嗯，不是你看我脚干什么呀？我就是打个比方。哎呀，我这人脑子直。哎，陈掌柜，我不跟你开玩笑啊，你开酒楼真得抓紧。你这要是让我给抢了先，你可别后悔。人这一辈子呀，自有定数，该是谁的就是谁的。绝不埋怨，那就好。贺掌柜，哎，谢谢捧场啊，欢迎再来。哎，这都是老相识了，客气什么呀？刘爷，您满面红光，神清气爽，我祝您心想事成，一帆风顺，大吉大利，事业有成，百年好。贺词就会这么两句吧？啊？哎，不过听着倒挺顺耳的。来了，这么多，这还多呀？吃点好的去啊！谢谢。陈掌柜，哎，那我就先告辞了，慢着走。哎，真的假的？他去吃馆子去了？那可不，我跟他面对面这样走过去，他穿了一身新衣服。这鸡是哪儿来的？是他给我的赏钱，我买的。哎，买的鸡还剩这么多？这么多呢？这叫啥？这就叫做堵住你的嘴。那货猴精的，说你在这干啥？就掏出来。我掏出来干啥？他那是大家伙辛苦讨来的钱，那是大家伙的钱。你看你这样说就不对。咱们是出来讨饭的，是吧？那钱分到谁手里，人家就是谁的。他现在把钱给了我，那当然就是我的嘛，咋能是大家的？那大家伙的钱放他那保管，那不是他自己的钱啊。
那说不定人家的里头有他自己的钱，那我哪知道呢？你少废话，你掏不掏？不掏。你不掏我揍你，信不信？来嘛，来，吵吵吵吵，打我！管不了你们俩是不是？打你呢？我的反呀，嘚了吧嗖的，把我思绪都给我打乱套了。眼下最扎心的是，他竟然背着咱们爷们儿，拿着咱们爷们儿辛辛苦苦讨来的钱，下馆子他。我早就说了嘛，那货就不是个好东西嘛，那就是个喂不熟的黄鼠狼嘛，还不如黄鼠狼。我觉得吧，咱以后这规矩得改改。那以后钱就不应该放他那儿。改啥规矩呢？咱就是出来讨饭的嘛，哪有规矩呢？让他滚蛋不就完了吗？也对，他那两下子咱爷们早就学会了，用不着他了。轻点啊，你们走！哎，你们这帮忘恩负义的东西！不是你赶我走可以啊，你把衣服给我，要不把鞋给我。不是怎么没人说话呀？怕了是吧？有种你们出来啊，我跟你们大战八百合！你干什么呀？让人多是吧？还动家伙了，啊！我要俩好汉不吃眼前亏，咱们山高水长再见，啊！老天爷啊，你到底要折磨我到什么时候？我喝一堂什么都没了，就剩下这条命，你还想把我怎么样？你要是相中了我这条命，你赶紧拿走；你要是没相中，就给我好好留着，早晚有一天我要让你看看，让我爹看看，让好汉街的老少爷们都看看，我贺一堂是个人物。谁？陈掌柜，我正找你。啊，我还有点事儿，改天再说吧。挣钱的事儿啊。去我那儿，我请客。慢点儿。我吃我的，您说您的，留着耳朵呢。何掌柜，上回你说你要开酒楼，嗯，这话真假？当然真的了。铺子都选好了？嗯，然后正选着呢。我也想开个酒楼，要不咱俩一块干？为什么一块干？一个人劲儿小，两个人劲儿大呀。那你为什么找我呢？你不是想开酒楼吗？咱俩这脑袋呀，还真碰在一块儿了，当然找你了。啊，我这一块儿干吧，也不是不可以。那是怎么个干法？一人出一半钱呗。要不我出钱，您帮忙。帮忙是啥意思？帮着出个主意，啊，
伸把手。你就是说想找我给你当军师呗？又不打仗呢，来的什么军师？我这么想也行。差不多也是这意思。我说贺长官，这该说的我都说明白了啊。你呢，要是实在不想干啊，我也将就不来。啊，你这是盛情难却啊。行，这样，那我就先把我那边的生意先放一放，先紧着您的来。手快，好饭不怕晚，好酒不怕陈。皇上心眼亮，看得见忠臣良将。哟呵，我这是抬头见血呀、啊！哎呦，您这是要买灯了？啊，你把它摘下来，让我摸摸。摸摸。大红灯笼，摸摸沾点喜气儿。不买，不买，你摸啥呀？那要是摸坏了，你还得赔。你不摘下来，我就摸不着。这话说的有点意思啊！来来来来，咱们大伙儿都听着啊。他说能摸着我这大红灯笼，这么着，你要是能够着，我白送你一灯笼。这话是你说的？没错，大伙儿做个见证，这是我说的。齐了，那今儿个我就让诸位见识见识那爷的真本事。够着了啊！得，说话算数。嗯，我给你摘灯笼。别急了，来吧。您这是认祖服输啊！啊，得嘞，您拿走。小贵，谢谢您了。哎，你这鞭子要是能破了这边了，我。就把它送给你。算了吧，他没这个本事。是个不行，就没有这个本事。刘伯，要试试吗？喂，就站在这里。哈哈哈哈哈！阿斯卡纳，还要继续吗？哎，再来！哇、哦，真是没用的老东西！我就说嘛，他没这个本事。再来！好、哦。鞭子不好用，把它借给我玩玩。哎，我的鞭子。
不是我们西北的。我的鞭子。来，走嘞，走嘞。我的鞭子。我跟你讲，兄弟。我的鞭子。快给。今天我心情好，有你就够命。起灭！伤得不轻，我赶紧看大夫去。命都没了，看大夫还有用？别说气话，这不是气话。你瞧，辫子没了，皇上不认识我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我说死了，能听我说句话吗？这世道早就变了。世界上最好的事，越三五知己，无罪不归。等到了夜深，和往事干一杯，就似握手言和。世界上最美的事，为岁月静好，现实安稳。任时光老去，宛若初见，笑谈似水流年。我要把酒言欢，和每一个生命中出现的人，每一次擦肩，每一次转身，都值得纪念。我要对酒当歌，和每一个生命中路过的人，每一次生命的滋味。